之前呢，我是有很严重的这个偏头痛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呢已经困扰了我17年了。那我有一次呢，要在我的孩子去补习的时候呢，其实那个路程是短短的5分钟的路程哦，但是我真的痛到哦，我要下车来吐了3次，我才能够到达那个5分钟的路程。所以呢，我的头痛是从我的5年级的时候就开始的。那么在我痛的时候呢，我医生是给我吃2粒的那个药物，那医生有跟我说呢，我一天只能够吃最多只能够吃12粒的这个药物，但是呢，我竟然也是痛到我哦，在半天的时间里面呢，我已经吃超过12粒的这个药物了。医生也不断的继续在给我那个药物，更重、更重、更重的这一些的药物来去治疗我的这一个问题，甚至是打针啊这样子等等。那当那个时候呢，我就有一个医生跟我说，有一个药很对我来讲是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很好的好消息。那个药呢，它是一粒哦，卖140块钱一粒的药物。当时那个医生说，如果你吃了这个药的话呢，一粒能够顶3个月不会痛。当我第一天哦吃了那个药了之后哦，真的是好了，没有痛了。但是呢，我的全身哦是没有力道完。第二天的时候更糟糕，我简直是全身没有力道完啊。但是第三天哦，我的头又再痛回了，实际上痛这边已经受伤了啊，所以变成呢，我看起来是真的是不好看。但是当时的我呢，是真的是很自卑了，因为有大小眼呐、啊。但是呢，我真的是通过了爱康的这个蓝藻过后哦，把我的这个健康问题完完全全的改善过来了。当我吃蓝藻过后哦，第三天、第四天开始呢，哎，我整个人就精神了，轻了很多。所以呢，我就继续的再服用下去哦。到今天，我已经吃蓝藻吃了16年了，不是我一个人在吃，是我全家人吃蓝藻已经吃了16年了。非常非常谢谢爱康公司的这一个蓝藻。所以我的分享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